大家好，我是阿宁。我们现在在取这个核酸检测报告，还有这个胸部 CT 报告。这两个结果出来，如果是好的话，就可以，我们就可以赶快办理住院手续了。我们小麦同志现在都可以自己打印这些东西了。天哪，我有时候就觉得特别的感叹，就是他以前就这么那么一点点，他现在已经会自己做事了。然后我觉得我妈会不会心里面，就是当我做什么事情做好的时候，她会不会也是觉得哇，原来那么小一点点，然后现在会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了。阴性，然后再看一下，也是阴性。大家看到没有？我看到有一个名字好搞笑啊，香鸡娃。各种住院手续终于办完了，然后我现在就在这个病床上躺着，等我的陪人证出来了，我就可以带小麦出去吃饭饭了。小麦，你想好吃什么了吗？妈妈，你坐在我的病床，你好意思吗？你让我坐这儿。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。那我躺下吧。小麦，你想好吃什么了没有？后天就要做手术了，你还不考虑好？你要给我一点时间。给你一点时间干嘛？我想一想。那你做之前怎么考虑的？人家的意思是说后天就要做手术了，他这两天要好好的使劲的吃，要吃各种好吃的。你不爱我？如果你爱我的话，你怎么会连我的鼻涕你都不吃呢？你很小的时候我吃过你的鼻涕。给大家看我的陪人证终于下来了，就是上面有的照片是各种，然后我们进出都必须要亮这个陪人证。怎么莫名其妙觉得有点搞笑啊，有点逗。好了，关注我，我是阿宁，勇闯天涯的日子，咱们彼此陪伴，来，拜拜。你笑一下，笑一下，眼睛都没了，拜拜。